嗨，大家好，我来讲一下这个 GoPro 7，因为我在使用过程中啊，经常用它，给我的一些感受吧。第一个呢，你看这个盖子被掀掉了，因为我在充电的时候无意中一碰，它就坏了，现在不防水了。还有一个 GoPro 是什么呢？它带电量非常短。大概我估计1个小时吧，反正而且带电量非常短吧。还有一个叫特别烫，就是它录像啊，就像录像，比如说我这样，就这样听那个声音。我现在正在这边录像吧，录个10分钟，它就烫的就不行不行了，就烫到什么程度啊？冬天能暖手，就冬天啊，你就碰。哎呦，就这种感觉，就这种感觉啊！10分钟就这感觉了，太烫了，太烫太烫。我觉得它主要是强调了稳定性，而把别的什么许多的东西啊都给舍弃了。它稳定性是确实好，首先就是这个太烫了，带电量太慢，带电量时间太短。另外，充电也是个问题。充电快啊，它也烫，它就感觉要爆炸的感觉，你知道？这家伙就感觉像爆炸了，这太烫了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啊。对，另外它非常会闪退，比如说。它会死机嘛？死机的话怎么办？死机经常死机啊，它不是会死机，它是经常死机。我就会把这个电池弄下来，然后拔一下再开始。它经常死机，它不是说偶尔死机啊。我不知道它的软件是什么问题还是硬件。收音的效果呢也不是太好，基本上就这几个吧。这也是让我觉得。有待进步的地方，也不要说认为这个网红的产品就觉得它多么好啊。首先要看自己的需求，但它是满足了我的需求。我在外面的话，拍照片、拍那个视频，基本上是稳定的，最主要的是稳定，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了。这由此我就想起了什么呢？就是你在购买一个商品的时候，要想一想你的需求是什么。就因为每个人呐，他的要求、需求是不一样的，他的爱好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即使是同样的产品、同样的价格，使用的是同样的场景，你看，都是 GoPro，都是拍嘛，基本上能满足我的需求。但是我会不会再买它呢？我不会呢，我不会再买这家 GoPro 的了，因为 GoPro 实在带电量太短太短，电池太小太小。根本不行，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吧。当然，这可能这也不算是一个广告吧，让那些这 GoPro 公司看到我这视频不得生气呀、啊？因为你知道吧，许多的电子评测啊，比如说我看到网上那些红人呐、啊，电子评测就是什么，比如说一个新产品出来啦，新手机出来啦。他都要夸有多么好，多么好，就跟推销一样，希望大家呢去买。但是我这个没有人推销啊，没有人给我推销，我是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，我希望 GoPro 它能进步。还有这三星手机这个叫无线充电，我也要吐槽。看，当然这个是外配的无线充电啊，就是外接的，它不是原配的。原配的，据说它比原配的还要好，也是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充电的时候啊，你看把手机放在上面充电的时候啊，充大概，因为它充电很慢嘛，大概2个多小时，充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摸手机啊就很烫，就真感觉有点要爆炸了，很烫，就你一摸就感觉。有点心慌，
就这个感觉，所以我无线充电呢，我一般充个20分钟就拿下来了，害怕，真害怕，生命只有一次。还有啥了呢？我来看一看，这个，这是一个多功能刀。它是开啤酒瓶的吗？它是开红酒的。这个多功能刀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很有用，质量很好。这个多功能刀质量非常好。我平时说有人说晚饭吃什么，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 In and Out。你看 In and Out，我比较喜欢吃这家啊，这家这个 In and Out 呢。怎么说呢？是特别特别好吃，它不是一般的好吃，你知道吧？它跟那个麦当劳、肯德基比啊，麦当劳、肯德基那它真的是不行，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，就 In and Out 那汉堡啊，double double，应该吃过的人都懂的，double double，就太好吃了，而且那个商店啊，就那几款，就那几款。就 number one、number two、number three 几个套餐嘛，就那几款，实在太好吃了。我建议大家来到美国的时候可以吃这个 In and Out，太牛逼了。对，番茄酱也是比较好。你看，我把番茄酱都带来了，外带的嘛。这番茄酱都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哎，大概7、8块钱吧，一个人七八块，就一 number one 套餐是7、8块钱，7、8块美元，那就就40块人民币吧，40块人绝对能吃饱啊，绝对能吃饱，一点都不要夸，都不夸张了。水果啊，我也有，像那个香蕉、橘子、苹果都有。美国这边呢，我不敢说别的。就是说，吃肯定能吃饱，就是美国这国家有冻死的，还没听说过有饿死的呢，还没听说过哪个地方成片成片饿死，说美国闹了大饥荒，好像还没有。但是，一到冬天呢，像加拿大就有流浪汉被冻死，包括有一些家里面人呢，在家呢好像不注意开空调就给冻死了。但是，在美国还没听说过。包括加拿大，还没听说过有人饿死的，有没有发现？还没有听说过这种的。美国历史100多年、200多年，没听说过闹出啥大饥荒，因为美国啊，它的自然、它的物质生产太丰富了，太丰富了，没有办法想象的丰富。叫，比如说，对。中国的剃须刀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中国的剃须刀能不能直接插在美国这个插座上啊？可以的，我插过了，直接可以充，直接可以充。中国它是中国买的，直接就可以充。包括那个手机，比如说 USB 啊，还有插头啊，比如说手机充电器啊，直接就可以插美国这个。但是他们电压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能充，放心，能充。当然尽量不要充啊，尽量不要充，因为尽量买美国当地的原版的，就当地试用的，然后再去充。因为我听说的话，就是插座，比如说我们那个 USB 不是有一个插头嘛，插头好像里面就是一个小的变压器，有人听说了，我不知道啊，具体科学我是不太懂，科学我这个我是不太懂。一般我吃面包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都有。在美国这边，饿是绝对不会饿着的。这个是韩国的 barbecue，Korea barbecue，一个调料酱，调料酱。所以有许多的观众啊，说我这个在美国能不能吃得饱？吃是绝对能吃得饱啊，当然这绝对能吃得饱。而且我现在明显感觉有点胖了，我明显感觉。
美国的热量太高了，他吃热量太高，怪不得美国这胖子多了，热量实在是太高太高，动不动就整一个汉堡，那汉堡啊，什么牛排呀、啊，double double 是两层牛排，哎，我一想起那个我就有点愣口水。这个呢，可乐呢，无限量无限量，比如说你那个饮料机嘛，喝完一杯再续冻。无限量，所以在美国吃是绝对没问题的，绝对没问题。